忍忍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下我们忍者必须死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回来稍微有点晚了，所以今天的话赶快来看一下千泉演武这边我们的这个，哎呀，发生什么事啦？哎，我们现在好像有点悲惨哦，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哦，完了。目前来说，我们昨日的势力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蓝方这边的话是一二三四五五格，然后我们这边黄方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格，然后红方这边依然是一个大尾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格。但是今天的预测，我们黄方要被灭顶啦，各位！现在蓝方直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了，然后我们这边。黄方只剩下两个势力，我们是不是要被打烂了啊？然后目前来说，红方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哦，那我们今天要赶快来打一下哦，不然我们今天应该蛮惨的，蛮惨的，有点恐怖啊！这一次，哇，我们昨天势力原本长这个样子，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哎，要求真的是一刻都不能就是耽搁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直接先走到那个就是大家比较常打的地方，直接先开打一波了哦。我应该先看一下现在大家目前在打哪一些地方，我们先去看一下队长他们如何发号施令好了哦。现在看起来的话呢，大家好像是应该比较多都在打那个吧，玄哦。玄的话是在哪里？玄，哎，没看到玄啊。开阳，然后天机哦，玄在这边哦，他们在跟蓝队打哦。啊，究竟现在该打哪一边呢？我觉得红方这个树这边好像也是蛮重要的，但是好像没人在打。然后这个开阳的部分也没人在打，逃的话应该就不用打了，这边才一点点而已，是打不了。然后这边感觉大家好像也是就偏稳定了吗？不打了。然后天地这边，哇，蓝方这边直接趁虚而入啊！我的天，玄吗？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比较多都在打玄哦。然后其他这些地方的话，基本上好像也打不进去的感觉。对，这边 ，OK， 看起来大家都是玄硕玄，比较多都在玄跟硕哦，还是硕啊？那个是玄还是硕？这两个，这个跟那个跟玄啊，要求嘞，我觉得好像有点麻烦了啊、哦。好，先来一个玄吧，好不好？打起来，打起来。哎、欸，妖修哎，啊，怎么今天变这样？回来看一下，哇，整个世界都不见了，怎么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？是不是因为今天？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26号，已经恢复到礼拜二了哦，大家可能就是上班之类的了吧，好不好？那也是没办法哎、欸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战系列的东西啊，真的就是蛮需要耗蛮多的一些时间的，大家加油好不好？我们加加油，我们加加油，我们绝对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可能有机会，有机会可以取得成绩这样子，加油加油加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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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来打起来哦！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打这些关卡来说，好像都不会说太难啊，基本上大家大招开下去都可以，就是直接棒棒棒棒的打击一切这样子。怎么了，队长？走吧，走吧，大家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完了，队长是不是消失不见了？完了，GG。好吧，好了，那只能自己开一间了吗？啊，自己开一间。邀请，邀请。好，那这边换了一间房间啊，这边满人了，赶快出击，赶快出击啊！因为这个游戏的话，目前来说，这个国战的话，好像只走到10点还是11点吧，所以其实每天都有一定的那个量的时间了哦，所以就是尽量要把它给打完，走起走起。
再不快点走哦，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哦。那在领地的话，基本上其实好像是最后要比那个就是那个总分数的吧，就是每一天总占的那个地的那个量哦，所以基本上应该就是要看那个总平均分的，看起来是这样子，所以也不见得就是每天这样子，最后地形的版型你就是可以取得那个就是最终的胜利，所以目前看起来拉锯最大应该还是红方比较厉害吧，因为红方感觉就占的蛮多的。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要跟蓝方来拼一下，看谁是第二名之类的。但第二名好像就也没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但要赢的话，就要尽量看一下能不能第一名这样子，不然第二名真的是没什么东东的。那没事，我觉得好玩就好哦。召唤火精灵，你看这个火精灵真的蛮爽的，它会直接把这个前面这些弹幕全部挡掉，哎，它还会攻击耶。这个的效果真的是很猛。不然猛几点呢？召唤的这个真的很猛。再挡一个。刚好我们这边这几个都是那个，就在我们前面这边嗨的。打烂。再造一个。这一次我三只都是火的耶，因为之前的话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就是有照到那个水的这样子。这次是我们全部都是火的。没卖没卖哦，no no no，那你直接开弄哎，好猛！哎呀，被困住了。好，没事，应该可以再开一个大招。开踢开踢！之前我的话都是会复活再用灵来弄一下，但我觉得以现在大家的这个战力来说，好像就不用一定要用那个自杀打法，因为都打掉。但是我还是死了，呵呵，那死了就复活再打一波吧，那没什么关系。开炸开炸！哦，大家都死掉了，那就只能靠折平收尾啦，各位。待会轮到我们秀一手了，肉叉，可以，我们这边跟瓦斯斯一起秀一手，可以直接把这个打掉。OK，没问题。其实我们目前来说，黄队都还蛮团结的啦，就是大家有一规定好，就是一个时间，然后大家就是一起来刷这样子哦。看起来是这样，还蛮不错的，就是趁这个阶段，然后刚刚大家赶快来打一波，然后那个就会比较团结一点点的感觉哦，比较团结。可以可以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召唤卡牌是真的好玩呢，召唤卡牌它可以召唤那个就是小精灵出来，然后小精灵可以帮你就是挡攻击啊跟攻击之类的，这个我觉得还蛮酷炫的哦，这个是我之前没有玩过的那个流，因为之前它有很多那些就是什么它基本上就是很多一些怎么那个，一些之前的那个什么打关卡的地方有给你一些就是，各种流派的东西，然后我还没有玩过这个召唤的。那这个召唤的话是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玩的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蛮有趣的。居然还有召唤这个精灵的这流派，我不知道之后有没有那个就是也可以把它用到那个 PVP 上面。如果 PVP 有那个召唤精灵流派的话，哇，那我要成为召唤师了，好不好？用召唤师来打人这样。感觉就蛮帅的，专精召唤这样子，哎，其实应该已经有了，大家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到底有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应该蛮嗨的。你看，它可以这样直接挡攻击，那太 OP 了，这对新手一定超开心的。但我觉得这个精灵的这个攻击应该也不会说太高，就是过高这样。那你可以就是不用担心，可以这样就是散弹幕这样。我觉得到时候如果有一个流派，就是可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单玩这个。精灵部分我觉得应该蛮嗨的哦，大家都可以就是躲在这个精灵的背后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卡牌效果，就是增加这个精灵的一些能力这样。那到时候大家会不会全部人都只玩这个召唤精灵？也不可能呢，很嗨很嗨，火烤火烤。
这弹幕真的很多。我觉得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就是接下来一些那个啊，就是悬赏令也都是用这种，就是两个 boss 一起的。如果是的话，应该会很嗨诶。两个 boss 在一起是真的嗨翻天。好，我。No！他怎么只剩我们了？只剩我们了，不行哎！我觉得20条，我好像 hold 不太住哦。我觉得20条我 hold 不太住。剩我一个啦！哼，你们怎么全死啦？哼 ！No！啊，完了！出事了阿贝！啊！我还有一个不知火舞可以用。小豪是不是都没有给我复活？还是大家现在打这个模式都不会复活的，就只有哲平白痴。快了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！哦，时间也快到了，白痴，来不及耶！哇，哈哈哈，差差一。Oh my god！ 来不及呀、啊！哎呀，也是蛮难闪的、哦。哇，不过我们今天真的是蛮嗨的。我觉得今天就是一回来，然后发现我们这边的这个战局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哦。不过目前来说的话呢，今日运势的话，大概我们今打比较少啦，那整体来说的话，看一下好像整体来说。他不是有那个吗？就是阵灵是一直774、762跟67哦。目前来说，我们是762的状态啦，所以应该是那个吧。我觉得就是打的城池的东西，所以现在让蓝方拿多一点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哦，应该是这样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所以最后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要看就是我们那个最后的那个势力值，对不对哦？那看起来应该还是红方啊略微好不好恐怖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蓝方跟我们的话就要继续努力加油了哦。好，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，试一下我再继续把我这个米粮给它打完，好不好？一定要为我们这个国家贡献一份力，好不好？那我视频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Bye bye